你今晚是最後一晚的最後一個嘉賓啦。咁咧，我呢個嘉賓咧，我就之前開兩次演唱會咧，佢都有佢自己嘅嘢忙緊。呢、這個人又係好錫我，所有請嚟嘅嘉賓都好錫我。喺公司嘅時候已經係咁錫我。其實咧，我覺得我哋嘅公司好特別嘅。我哋嘅公司咧，啲 PR 啊，啲老闆啊，乜人咧，我哋好親近嘅。我哋就算去到而家咧，都一年都會見一兩次食飯。咁呢一個咧就係、喺我生命裏面好重要，因為咧佢揾咗我陪佢唱一隻歌咧，而令到我有唔一樣嘅前途啦。好，請今晚嘅嘉賓林永亮啊，終於有個大哥哥啦！哇 ！Hello， 啊，本來咧我預備講兩分鐘嘢嘅。但我咧就即係聽到之前啦，咦，原來我嚟咗一個演講會喎，咁所以我哋不如呢兩分鐘嘢都唔好講啦，我哋直接唱呢首歌啦。好啊，好嘛？嗱，咁如果你哋記得呢首歌咧，我哋係無限歡迎你哋跟住一齊唱嘅。不過如果你哋唔記得呢首歌歌詞咧，最好就唔好唱。因為以我哋兩個咁亂嘅思維咧，如果你唱錯歌詞咧，都會影響到我哋，冇錯，濕濕地嘅。但如果你記得呢首歌咧，我 invite 我邀請你哋大聲啲一齊唱好嗎？不過又唔好大聲喎。多謝你。唯怕举起三次挡开我眼里的泪，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。恨愁用歌声代替。多谢 Anthony， 加个台俾你啦。总有你鼓励，总有你鼓励，系。走住。好。啊！多谢大家先。多谢。多謝。原來今晚是你的人生的流程的一個自我表白的音樂會。哇，真係個概念嚇！你開頭啊，多謝軒元皇帝啦嚇，跟住又多謝條頸領村長啦嚇，跟住啊你一班好朋友上嚟支持你啦，小偉啦嚇，你所有嘅朋友啦，咁啊仲有你屋企人啦，係咪李氏宗親會行行嚟曬啫？你一噏下我大家姐又有人拍手，細家姐又有人拍手，你阿媽又有人拍手，係咪全部你屋企人都嚟曬啊？係啊，今日全部嚟。咁啊，請問在場係咪真係好多人食你噶？我家人不是很多的，是你的妹來的但是你單單獨是你就有一個人你就忘記了多謝竟然我 miss 了。其實呢我覺得你應該多謝自己，因為呢、我又多謝自己，我很愛惜我自己的。現在看得出，看得出，是啊是啊，看得出。其實咧，跟大家分享啊，短短時間，我不會講得太長嘅。我認識我呢位朋友咧，我覺得咧，佢除咗係一位咧係唱得好有 feel 嘅歌手之外咧，佢喺私底下咧俾我見得到咧，其實呢位朋友咧，佢真係咁啊！我喺佢身上面都學習好多嘢。哇！你講啲咁嘅嘢？係啊，佢咧佢係好仗義嘅，佢好幫忙嘅。啊，邊度醫院啊需要護士啊，佢就走去。啊，邊間學校啊啲學生咧有問題，佢又走去。啊，邊個老人院咧需要啲老人需要照顧咧，佢又走去。我唔知佢點解咁多時間。啊，我完全冇乜嘢做，咁咪可以多啲時間咩？有，你好多嘢做，所以我覺得咧，你係其實咧。我點樣講好呢？是一個大菩薩的好榜樣。不是，多謝你。真的，多謝你。我們個個都應該向你學習，所以希望大家俾多啲熱烈啲嘅掌聲你。多謝。得啦，你去走。請你繼續俾一啲虛弱啲嘅掌聲我。
我話你哋完全都唔，你哋完全都唔跟住呢個遊戲嘅守則去玩嘅。我話虛弱，你哋明白嗎？虛弱點解啊？即係細細聲。多謝大家。其實 Casey 真係一個 ，you know， 真係好好人嘅。我認識佢即係大概幾年啦嚇。即係佢我比佢大一兩年啫。但係我睇得出佢心地咧，真係即係好令我感動啊嚇。嗯，好啦，唔好講嘢啦嚇，即係繼續講嘢就有啲問題。所以我跟住想帶一首新歌俾大家。咁呢首新歌咧係1997年寫嘅。好笑咩？我唔出唱片啫嘛，一個歌詞。可唔可以我數一二三，你哋用更熱烈嘅，唔好掌聲啦，歡呼聲啦，好嘛 ？Casey Lee， 請你再度出場，好嘛？一、二、三 ，K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多謝。